待你的支持。金色少年马天宇说到自己想扮演的角色，也是一脸纯真，跃跃欲试。其实我谁都想试一下，段誉啊，乔峰我肯定是不行了，比如段誉啊，韦小宝啊，张无忌啊，都想尝。与上周最后的超常发挥相比，本周马天宇的表现逊色不少。别提上一次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我在台上发挥最好的一次。今天不敢，今天歌没唱。这轮被淘汰的张小晨和上轮被淘汰的向鼎不约而同把徽章都交给了马天宇，看来他的可爱已经得到好男儿们的一致公认。他说了，刚才看他一直在难受，一直在难受，也不要难受了吧，被淘汰就被淘汰吧，被淘汰也不说代表我不是好男儿，不站在这个舞台上也不说不是好男儿，加油吧，大哥。马天宇，清澈的双眼，青涩的笑容，八号马天宇，喜欢他就为他投票吧。